们大家好，我是舞女 Ola。 好，这次来玩的皮肤是最近抽到的香薰桑拿。因为之前不是要补偿三个珍宝嘛，然后我就按了一下，然后就抽到了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之前没有这个皮肤嘛，所以就抽到了这个紫皮，所以就来玩看看。不错吧，跟这个工具商的宝石商人好像是一样好看，对，一样好看，而且他眼睛你不觉得很漂亮吗？是绿宝石的亮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皮肤的质感还是有的。好，然后呢被打到了一下，我介绍一下这次的敌方阵容，就是一个邦邦，然后还有一个是谁？感觉好像是蜡像师吗？我刚看到轮廓，但是瞄到一眼而已，没有到瞄到很明确，但算了，但是应该看得到了。好，我方的阵容，祭司、勘探员、先知、舞女、调酒师、佣兵、先知，还有个舞女，哦，两个舞女。好，我现在继续被帮忙追，然后有点危险。好，用了一下飞轮，但是似乎没有甩掉它。这边应该可以压个板。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无法，不要打我。好，他打我了，第二下了，第二下了，接下来我就完蛋了，我惨了。好，放个缓速音乐盒也好。拖慢一下速度。其实会玩邦邦的人，其实丢炸弹，其实基本上如果路径对话可以顺发，对，可以利用前一发去做顺发的动作。所以啊，我倒了，所以就真的是非常的，对，会用的话就是真的是一直烧烧烧烧烧，就还蛮容易烧到人的。对，好 ，OK， 我现在被踩掉我的可怜的缓速音乐盒，然后呢，先知似乎想要帮个忙，但是好像他没有买枪。好吧，那就先上椅子咯。对，好，我现在跟佣兵一起上椅子了。对，非常的不寂寞，虽然说距离有点远，但是我们的心有灵犀，并没有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等，然后呢，现在破机破到了两台而已，并没有到很快。然后我现在有4000多块，等等就可以买一些好东西，如果被救掉的话。好，哦，看到另一个是红蝶，不是看到，是听到了红蝶的声音，所以不是蜡像师，是红蝶。对，好，我们现在，欸，对了，对于蜡像师各位的 BGM 有回复吗？我好像之前玩蜡像师是没有，欸，没有修复 BGM 的部分，欸，各位有修复吗？我不知道，欸，如果修复的话呢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好不好。好， OK， 我们现在呢已经倒数结束，准备要被救，然后看来是先知要来救，是不是？这是先知吗？对，刚刚的先拆个祭司，这边一个门，不错，坐过去了，不是坐过去，是传送过去了。好，要说坐过去也是可以的，搏命挣扎被打到了，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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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这局不太妙，这局好像命运有点悲惨，欸，怎么回事啊？好，勘探员，他是我的希望。哎呦，我是不是高兴的太早了？他爸牵制嘛，如果他可以牵制的话，应该就可以帮我牵制一下。好，不要被车撞就好了。好，这是最低的要求，不要被车撞就好了。好，那似乎放了定时炸弹，想要用这招是不是太卑鄙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抓起来了！然后我们勘探员，伟大的勘探员啊，神奇的勘探员啊，竟然弃我而去，好吧，好吧，第二次了。好，现在感觉先知好像要来救我，但是先知好像有一点受伤的感觉，半滴血还好啦。佣兵又倒地，好，我要跟佣兵一起飞吗？哎呦，谁救了我？先知又用了鸟，欸，太棒了，先来个缓速吧。好，鸟被烧掉了，变成烤小鸟了。但是没时间悲伤，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的活下去，剩半滴血。有可能活下去吗？各位，有可能活下去吗？我觉得我快死了。好，游戏快结束了，我们可以提早结束这一局了。对，这局就是这么水。哦，五只曼妙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好像邦邦在追其他人，他是追到足迹追丢了，所以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似乎可以压个路径，压个足迹。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虽然走路姿势有点诡异，但这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。好，躲起来了，赌了啦，最后赌一下了啦，对，不要下来。不要下来，好紧张！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，不要下来，邦邦，不要下来！哎，欸，传送走了，欸，哦耶！
我居然就这样躲过了，太神奇了。哎呦，又有心跳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不能太过于大意，你知道吗？大意就会怎么样？荆州就会不见，对，大意失荆州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开个宝箱，然后，上椅子的人好像还好，佣兵先飞掉了，想不到我的命这么硬，想不到我的命这么硬，居然没有死，太扯了。好，这是谁啊？上面是谁？要下来救我吗？不是救我，是摸我。哎呦，可以哦，可以，谢谢你啊，先知。有你在我并没有感到绝望啊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去救别人吧，我有针筒。对，他应该知道我的意思了。好，我有针筒，我可以把自己摸回来。哎呦，这个针筒的宝石的颜色跟我眼睛是一体的哎。这是一套的吧，这是套装啊。好巧哦。也太搭了吧。真的很搭哎。对，就他这样搭配是不是感觉像魔法师有没有，那再一个魔法棒。然后随时都会施展一些什么有的没的感觉，但并没有。好，只是纯粹的好看而已啦。对，好，我屁股后面那是蜡烛吗？我屁股后面那是蜡烛欸，刚才发现，而且好像不会烧到，是不是？不会烧到欸，低温蜡烛是不是？应该是。好，我太较真了。好，先买个加速剂啦，再买个橄榄球，应该可以顺利跑掉了。这一局如果呢活着出去的话，真的就是奇迹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奇迹。好 ，OK， 现在破译机上两台没破译掉。先知是救我那个先知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对，好，是另外一个。好 ，OK， 那就没办法了，飞掉就飞掉了，对不对？人生能够重来吗？不行，人生不能重来，但是游戏可以，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我们先来破译这台。好，那是非常有造型的。哎，那个造型我有，那叫什么名字？那个调酒师叫什么名字？啊，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应该就是对某个联动的。好，现在放个音乐盒，加速的。然后刚刚救我的先知在那里，对，一起来破译，剩最后一台，莫非这台就是要关键的解机了吗？这台就是真的，真的很关键，有可能会压机，有可能不用压机，有可能直接解掉就好了。好，巫女剩15秒，同是巫女，有人要去救吗？调酒师感觉好像过去救了，但是好像被六，是不是？不是被六，在六鬼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，哎呦，来了，是不是来了？哎呦，是邦邦哎、欸，好，招了个高，又是邦邦。好，勘探员还在倒数。好，他打我吗？他要打我吗？他要打我吗？打不到我，但烧到我了。好，还有9秒，尴尬，还有9秒。6秒，5秒，3秒，等一下，闪一下火焰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救掉了吗？调酒师居然被打到了，好吧，这样是又在抓交替了，真是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好，红蝶在那里，但是好像没办法把他摸回来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好，先闪一下，想不到这么会闪吧？对，我也觉得我蛮灵活的。哎呦，被打到了！话不能乱讲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现在先躲一下，然后来买个东西回个血。现在已经被打两下，有点危险。但是破译机还是剩个最后一台没破译，感觉好像没人在破译，所以这局可能有点危险啊。不是，可能是非常，因为现在是平局了。巫女感觉要飞掉了，要密码机了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只好解掉了。巫女飞了，我们输了。输了，输了，这局输了。那现在要思考的是什么？怎么样输得漂亮一点？对，输得漂亮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现阶段来说就是这样。好，看他有没有放在那里，应该是第二次。没错，我要去救他吗？我要去救他吗？救一下啦，虽然输定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总是要，哎呦。没闪掉欸，我，哎呦，飞掉了欸，太尴尬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先跑，先跑，先跑啊！撞到啦！最初的相遇，最后相同的遭遇，好吧，同时下地狱，这局真有趣。